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乐高的汽车积木玩具。先来拼装一辆消防车，这是汽车底盘，这是车身，装在底盘上。好了，还有前面的，搞定，装上驾驶室。好了，再装上指示灯，还剩下车尾啦，装固定器，最后装上云梯。消防车拼装完成，出发去灭火喽！超市着火了，开始灭火。火扑灭了，任务完成。再拼装一辆翻斗车，这是翻斗车的底盘，也是装上车身。好了，前面也要装哦。再装上驾驶室。好了，最后一步了，装上车斗。翻斗车拼装完成，去运送砖块吧。就是这里，掉头，卸下砖块，任务完成。再来拼装一架直升飞机，这是飞机底座，装上机身。好了，还有驾驶舱，这块也要装上。 OK， 最后一步装螺旋桨，飞机拼装好了，起飞喽。飞机从屋顶飞过，接着拼装一辆出租车，这是汽车底盘，我们装上车身。第一块装好了，装第二块，好了，装上驾驶室，装好咯，放行李的装在车顶。出租车拼装好了，出发去载客咯。金宝要坐车呢，快上车吧，我们送金宝回家。最后拼装一辆推土机，这是推土机的底盘，装上车身。好了，还有一块，车身装好了，再装驾驶室，最后装上铲子。推土机拼装完成，出发喽。来清理砖块了，把砖块装到铲子里，运走吧。